喂，你好，我是陈诗雨。午间气象时间，快来关心天气。其实这几天呢，全台各地都可以明显感受到秋天的感觉了。特别像是今天早晚温度真的比较明显偏低一些，秋意浓的状况是更加的明显。我们先来看到，像是今天清晨最低温是出现在花莲的光复，只有17.1度而已。大致上来讲，其实今天全台各地早晚同样温度都是比较明显偏凉冷一些。以北台湾来说，局部地区其实今天早晚低温有机会来到19度，白天高温顶多也就只有来到26、27度上下而已。至于在中部地区，同样局部一带呢，早晚低温落在19度上下，但是白天高温还是有机会回升到30、31度，所以日夜温差有机会来到12度之多。至于在南台湾，同样今天整天温度大上来说就落在21到31度之间，日夜温差同样很明显，来到有10度左右。而东部地区同样，大上来说，今天各地呢温度主要落在19到29度，所以日夜温差同样来到也有10度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哦，温差真的很大，早出晚归观众朋友要格外注意，这样的天气真的很容易就会感冒。而另外在降雨来讲，虽然说今天持续受到还是东北风的影响，但是台湾附近的水汽都不多，所以呢，其实在今天清晨到上半天这段时间，就局部的迎风面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情形，水汽不多的状况也会持续到今天的下半天，所以这部分可以格外注意。不过在空气品质部分，我们就要特别提醒您了，尤其到了今天的下半天，目前像是除了马祖之外呢，下半天金门、云嘉南、高屏地区同样也都要留意空气品质有机会来到橘色警示，过敏族群格外注意了。而在台风来讲，其实目前呢两个台风对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，但接下来估计呢同样对日本都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，往日本活动的观众朋友要接下来留意的是航班的异动资讯。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更详细的温度预测。今天北台湾大致上来讲维持在一个多云到晴，但是温度稍稍来讲比较偏凉一些，各地温度在下半天来到23到27度左右，但是到了傍晚局部地区低温有机会下探19、20度。中台湾今天同样维持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状况，台中25到30度，彰化南投24到29度，云林嘉义今天温度24到30度，中台湾日夜温差非常大，格外注意。至于在南部地区，只有在屏东有些为10%的降雨几率，各地温度落在26到31度左右。东半部地区花东一带今天也有些为10%的降雨几率，各地温度来到了23到29度，同样早晚温度比较偏低一些。外岛地区连江22到24度，金门22到26度，澎湖温度24到27度。好，最后听小叮咛再次提醒您，当然来讲迎风面一带，其实这几天天气都是比较偏凉的，外出一定要记得适时的加件外套。中南部地区留意温差比较大，而且空气品质比较糟糕，格外留意了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。